棋牌十五年 ，Players One 在竹北新竹县体育馆，现在已经华灯初上啊！我们直接进到体育馆内来欣赏今天最后一场压轴的精彩好戏——中国人先对战极速超跑，两支劲旅目前战绩一模一样，4胜3败的成绩，有可能哈、啊、演出一场激战，势均力敌，而且可能的五局大战呢会上演。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也准备好哈晚餐，好好的欣赏这场精彩的女子排球顶尖对决。我们看到台电女排拿下了8连胜的成绩，超跑跟中仙呢都是4胜3败，台北金华是2胜6败，爱山林队则是1胜7败。但无论如何，超跑对中仙呢，就是也都很努力的，包括引进了这个外籍的选手哈、然后提升战力呢，希望能够更上层楼来向台电女排来挑战。当然，本身他们彼此之间就咬得很紧了、对，上次交手的时候呢，就是打了5局大战。所以，我们看今天哦，有可能，除了5局的大战以外啊、大概还会可以加上上面的观众跟模特。也对，没错，各方面都要拼一下。对，那确实就球场上来讲的话，这两队包括了在攻击方面呢，以及在高度这方面哈、都有一定的哈、条件哈。今天在竹北这里一样哈，两天下来哈，这个6家国小的小朋友哈，他们都哇，从头到尾啊，比我们还厉害。我们这2场比赛，我们还可以跟雅里他们还可以分担一下。他们跟那个摄影工作同仁呢是一模一样，就从早到晚就对了。对，那6家国小的小朋友在今年刚也讲到了华中杯、永信杯、中华杯3连霸，不简单。嗯。我觉得从小培养，像新竹哦，其实他有沉寂了一段时间呢、那现在6家的这一批呢，其实也成立没有多久。那我觉得热忱是最重要的。像我们也好久没有来新竹办活动，但是去年跟今年都来了。对，对，我觉得无形中也带动了这一些球员的这一些小朋友的一个崇拜的心态。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观众群呢，也会觉得说，哇，新竹也有，搞不好新竹科学园区的那些员工也都来这里参与这个，对，或者参与，对，对，参与也不一定啊。没错，先前10亿也算是这种企业嘛，等于是科技企业哈。对，那今天在现场，其实小毛是新竹人嘛。那他妈妈也有来到现场，从南寮过来这样、那所以小毛今天就是会回家里住一晚这样、陪着妈妈。对，那也真难得，也是难得，要不然像他们根本没时间回家。对，搞不好他妈妈都觉得今天晚上他捡到一个小孩。今天晚上是窝心的一个晚上。那小毛今天又得到，我记得小时候我妈也这样对我讲，你都跑到日本去了是不是？到日本去以外，我回来台湾的时候也是啊，都在外面跑，都在外面啊。好，那今天的中仙的主题日活动哈，在新竹举行哈，也是一个家庭日。那么风暴模特儿呢又到了现场，而且今天有14位的风暴模特儿刚刚也进行了场上的表演。那现在在场边哈加油呐喊呢，会带动了全队的士气。但刚刚你讲对了哈，那么红色的啦啦队也是不遑多让，对，急入超跑。今天两位洋将哈，都大跟
曲奇呢都将先发哈、哦、拉抬高度了，要好好的拼一下中先。上次交手的打了五局，而超跑呢丧失了两个赛末点，连丢四分，被中先的逆转哦，呕死了。我觉得他们可能哈、哦、会想要报这个仇，然后呢还会去回想到之前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输掉。确实，就像刘教练呢，他确实也是提醒了，就那一场的失败呢，或许哈、哦、就是一场的这个失败呢，也许影响还并不是很大哈、哦，但重要就是要能够学从中哈、哦、学到。对，没错，吸收。嗯，我觉得可如果的极速超跑现在的这一些成员来讲的话，要能够赢这个中国人先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些力量，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是，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新竹呢来制造一个精彩的比赛。那现在因为登记上的陈玉呢是因为受伤的关系哈，所以现在极速超跑的这个自由球员呢，由素琴哈来穿着自由球员的衣服来这场比赛呢担任这个自由球员。那 Chicky 跟 Duda 都担任先发，所以素琴呢现在也上场哈来接发球。中国人先呢这是主题日，不过今年呢就是主题日的球队了，都蛮辛苦的，很辛苦。我们今天不要毒舌，今天不要毒舌。对，比赛正式开始，马蒂尔发球，接发球是 Chicky， 在左边来给苏和丁炮。好，没有守起来了，不错。接着再来背飞的是怡如，怡如攻击得分，轻微没有办法守住。怡如在昨天有三分的拦网，同时也已经是大会拦网第二名。超跑的这个拉拉队哈也是不遑多让了，对，所以今天会看到是红色与紫色之间的对抗。对，所以蓝色吧，蓝色哈、哦、okay， 对，我觉得蓝色的拉拉队哈可能也会想要像上次这样子盲盖过来哦。是，没错、今天呢这中间拉拉队也在场边呢加油呐喊。对，一边是蓝白，一边是红白呀、啊。对。在场上呢是中国人先穿着蓝白的衣服，然后对上穿着红色的衣服的极速超跑。雅慧今天也担任在场上。哎，快攻吊球，只能够吊球了哈。啊，再看一下黎文。对，黎文目前的攻击率高达4%。舒和直线的强扣，马蒂救的精彩翻滚救球，妞妞打他脚，这边拦网到了之后，再修正到左边来，阿飞吊球，但没有强扣。结果是纽纽在那时间差后排进攻，界内马蒂得分，马蒂得分。现在看起来中先呢也演练了一些搭配的这个组合，也是有一些变化在哈。那中先以往也经常是这种快攻组合，所以马蒂也并且必须要习惯一下。哦，台湾快节奏的这种打法。对，没错。其实现在这两队的外籍球员哈、哦，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台湾的其实第一波、第二波来回很多，不像他们自己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所打的那种球赛，一个球就结束的，那种一个球就结束，其实是简单的很哦。嗯，没错。哎呀，美金的 B 快攻和 No In 的，对，目前比数来到2-2，双方。而且一如哈也是在前面的拦网的努力，目前双方战成2-2平手了，从一开始哈就气氛是咬得相当的紧，真的。上次交手呢是打了五局，而在张师大的比赛呢，那么最终是由中先呢获得了胜利。现在的超跑呢也是有进步的。跳过了发球，时间差被拦下来，哇，怡如抓到了妞妞，啊，怡如目前得到了两分，这个球完全没有把怡如给吊开耶。怡如还有阿飞跟这个怡珍哈，过往、他们是不是也都是以前中先的球员？对，台师大的哈，对，台师，对，所以现在面对老东家，跳过发球77公里时速，黎文攻击，这个时候在拦网上有Chicky来拦他。阿飞的强扣，好，喷得够远，而秦维这个，当然这个场地呢，就是昨天也是看到有点皱皱的这样，不过应该还是符合标准的。对，阿飞攻击了得分。我刚才的黎文是先滑倒了，所以才没去救这个球。是，嗯，跳扣差一点点出界，68公里的时速。目前比数来到4-3，只是超跑战胜，还是只有一分差。
黎文在这场比赛之前连续三场得分都是在20分以上，表现得相当出色，表现得不错，对，而且一度也是跃居了得分后。那现在方瑜昨天呢是超越了黎文，时间差进攻，好，哇，这个掉开了哈，时间差掉得很棒啊，但是美金的篮网位置也太，因为是左撇子的，差太多，差一个肩膀哎。一对一当然是进攻方式有优势哈，不过篮网这一边也还是可以预判啊哈，或者站位，尤其是左撇子，他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是，开网进攻被拦下来，哇，今天中线碰到了铁板左撇子对决，对，没错，阿飞对李文，贝飞，哇哦！但是裁判哨音响了，判的是一个两次哦。这一个球怎么会抓两次？在举球时，对，秦维被抓的吗？对，秦维啊，因为是只有秦维碰到球而已。6-3哦，三分差而已哦，张总教练就紧张了哈，马上叫出了暂停。这是一球，秦维战术性要思考一下，你的快攻还没有开，直接进入中二的时候，就是二号时间差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拦住，因为你的快攻没有危险。所以你假设要去搭配时间差，快攻的部分要先开好。好，现在接发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的失误。好，然后打掉，各位可以稍微结合一下，他们手很开。好，他们手很开。OK， 来叫了，没关系，稳定下来。因为中间昨天没有比赛了，就是那个对休息嘛，对比赛的那个气氛也要慢慢酝酿起来这样。对，我觉得可能昨天没有比赛，但是应该也会有一起练习了。是，没错。现在一开始还没有进入节奏哈，对，那超跑还可以慢慢来了，对，还是有时间。一路的发球，现在超跑这个三个学姐带的相当好哈。阿飞突然偷袭秦伟，对，秦伟真的是跟张教练讲的，打掉打掉，是，而且美金也要跳起来了，对。妞妞目前的发球的得分呢是最高分，发球有9分，跟姿雅是并列最多。下压哦，还好翻滚，苏荷接发不错，掉出这个球，因为他已经 touch out 了，对，就是他就是拦网碰到标志杆了。对，其实应该也说 Chicken 他的这个经验好啊，看到标志杆在，他往外拨，他也不往 里面拨啊，效果还是不错了。对，193公分。来自塞尔维亚，时间差，后排我守住苏荷，赶快，速度比较快啊，没有办法抢救后排给黎文的进攻，黎文目前得到了2分，追成了5-7，风暴拉拉队，风暴蒙特尔，今天有14位的队员来到了球场，那今天中线主题日，球员们也跟球迷互动，接发球 OK， 头一袭也来了，再来一个。还颜色了，还颜色。在第一次记录暂停时，记录超跑呢是以8-5领先。哇哦，超跑今天来闹场的哈、哦，主题日来闹场的。休息一下，回到竹北新竹县体育馆。今天是中线的主题日，设计的这个看板也很有创意哈。CMFC， 然后每个球员都在这个字母上面，看看主题日能不能够获胜。发的较短，破坏了接发球的，修正还不错。李文、苏荷，哦，对，是阿飞，哎，阿飞在跳起来处理球，一对一，已经拦下了这一球。稍慢一点，马特看着对方的手到底多长。
刚刚好打后排中啊。他也观察了一下。对，没错，起跳前他有用眼睛瞄了一下。马天目前得到了两分，来自克罗埃西亚。秦维在找对方来发球，舒和找舒和啊，直线哈，这次齐荣守住了，齐荣也是目前中华队的自由球员，在垫高，看看中间的呛声，大家都举手了，组织什么？时间抢球，界内马佩得分，哇，现在马佩跟队员的配合也是相当好，对，好像越来越有默契，已经没有语言障碍了。哦，排球是最好的语言了，共通的语言了。目前马特得到了三分，7-8，中间连追带赶。世军丽丽接发球到位，被飞疫情抢后、哦、啊，妞妞，以前这个动作跑得快啊。以前的攻击成功率46%，仅次于刘美金、嗯。而且，篮网以及发球方面都表现得不错。修正稍微短一点，黎文在三号位的进攻，哎，对，这个球没有往下打，直接就打到 Chicken 的这个上半身了，是，所以没有办法控制球。慢慢的哈，中间呢、嗯、是追进哈，追进的四分当中呢，嗯、中间是一个3-1，马特发球也有威力，哎，果然，马特的发球直接得分，哇，这下急速超跑被追平了，9-9的平手，一度是领先三分的，这样子。换刘海奇教练哈，要考虑叫暂停。刘海奇也站在场边，啊、哦，再次发球得分，这接发，对，接发球，嗯，要站前面一点吗？或者不是，其实这个是 Chicken， 因为他人高啊，那这种急速下坠的球不好接。再来一次，好，给阿飞接了，嗯。也是敖莫连得三分，这一关如何度过？啊！先叫个暂停。暂停。而且现在中心领先了，中心这一段的时间是一个5-1的攻势，最近6分来讲。哎，这个球我们不需要太完美 ，OK， 就是接高，开网一点也可以。We have to dig under this ball. We have to pass under this ball. 在现场呢，看到六家国小小朋友好像也是这两天呢都非常的开心呢、啊，他们从早忙到晚呢、啊，还是体力充沛。最近拿下了永兴杯、华中杯以及中华杯的3料冠军，哇哦，才5年级，对，很开心的打球、学习。将来如果要继续打排球的话，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哈，就新竹看看国中哈有没有机会。不过他们也慢慢在推广，希望能够衔接上来。是，嗯，说慢一点，刚好两个中间转过，而林书和的得分也帮了中急速超跑。书和今天首次、这个、球也没有搭配好，他以为这个杜达他会把球举平一点，就进去了，还在那边等球来。杜达的发球。双方在现在有一分差，李一文这次被舒和给拦下来，接着再给妞妞斜线爬墙出界，双方现在平手11-11，哇、哦，真的是势均力敌哦，真的，对，就是你来我往，嗯，落后的一方也还是有办法哈，能够追上去，对，马上拿回来，对，嗯，超跑的现在开到了6档。B 快贾慧被拦，哦，翻滚吧，竖琴守得不错，如何突然成直线？还有，马特也守得不错。贾慧攻击被拦到，再看竖琴来举球哈，对，他被吊球，被抓下来了。贾慧，这一个舒和强扣直线 touch out， 由超跑拿下了这一分，舒和连续不断的起跳，目前得到2分，舒和也是。急速超跑的得分主力，对，平均每一局的得分也是超过了4分。张立文，就到了是独打，不过中线还是有机会的，被飞的是雅慧，时间差给黎文，黎文现在在3号位进攻已经有2-3次了，如何开往齐荣守住？
在左边来给妞妞处理球，妞妞掉了刚好到死角，而让独打无法救到。对，这两个外籍球员呢，对这种小球啊或者快速球好像都是没辙，所以平常没有蹲习惯。对，嗯，平常没有这样防守哦，比较没有办法适应。中线也是要针对性来做处理，吊球的话很可能吊在他们身边。刚才的暂停张教练就讲了呼吊对，或者是可吊可打对。朱和强后看是要打去哪里，是太欺负人了想说攻击妞妞那一点直线。中线现在领先了13-12，今天这个风暴模特也来到了现场，而红色衣服的超跑拉拉队也是非常热情，双方互别苗头。哦，然后尴尬的一个地方，吊球抓下来了，妞妞在左边，阿飞带起球，转得漂亮啊！这个大斜线刚好顺势是左手哈，可以带起，刚好在2公尺左右而已。7号的林书和来发球，这也是阿飞今天目前得到的第三分。昨天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舒和修正球，黎文 哦还好，妞妞伸手一下，对，在左边来给高打点的 Chicky， 我直线被拦到，黎文一对一直线守住 Chicky， 再跳一次攻击啊，拦网触网，黎文跟美金其中一个球员呢被抓到，因为碰到 Chicky 呢想要跳得更高，而且侵略性去抓他，如果能挡下 Chicky 就很振奋其实可以慢一点跳就好了，是舒和的得分，这也是舒和在本季发球得分的第八分，目前在发球得分方面呢是只落后一分。自由球员又让球，其中应该好积极一点，对，其中也目前在左训呢，在浩尔教练带领之下呢积极在训练。这一次妞妞接发相当的成功，快攻抓下来，双子星的快攻很顺利的通过了怡如的拦网，又快然后又高打点哈，对，其实球只要举高给美金的话大概会比较好处理一点呢。15-14，美金现在修正球，你让我上你的，真的中线现在追成了平手了，双方15-15，都想要赢或者想要有好表现，对，都紧张，这有时候语言不通还真的是很麻烦了，是沟通起来。哇，美金霸包球，霸包了，美金呢已经得到了两分呢，使得中线呢是反倒领先的，在第二次技术暂停的时候中线以16-15领先，刘海琦教练领军的急速超跑两次的技术暂停当中，中线拉出了一波11-7的攻势。休息一下，回到新竹县立体育馆。中仙呢今天是主题日，海报的设计还是相当用心的，对，很有气势，跟球迷互动，拉拉队风暴模特来到现场，美金
还好，树琴还好 ，Chicken 又被拦下哦，刚好弹过，哇，运气真好，真的，哦 ，Duda 用身体、生命挡下了这一球，刚好在 Duda 的手旁啊，旁边而已，对，然后弹回去，弹到一个空档，对，一如闪得快，双方16-16平手，还是咬得非常紧，今天这一场可能说打好的一场比赛，对。一如发球，目前的篮网一如是位居第二位，仅次于高高。他一如的篮网已经越过刘美琴，时间差决定吊球，而 Chicky 刚刚也注意到了，刚刚是都打救球，贝贝刘美琴直线这里苏荷守住，给 Chicky 举高一点，但是出界没有 touch 到，touch 到了 ，touch 到了哈，主审。对，认定是 touch 到了。嗯，我这一球倒是中先。Chicky 的 touch 要得分。当然，美金也是很高了。哦，碰到了一点点。对，因为这个球的旋转的那个方式不一样，转的方向。已经稍微有变了，是不是？嗯，对。OK， Chicky 目前是得到了两分，现在发球就是继续是一入发球，也是全队的定心丸。B 快。碰到以晴，刚好抓到。对，其实刚好也是 Chicken 跟以晴两个都有上去拦网，就是这个球的那个球哦，就大概要想办法把中间调开了。18-16，超跑领先两分了。而张恩琼教练呢，两次的暂停在20分之前呢就已经用掉，我当机立断。美金七块钟，6，给你哦。会有两个拦网，反掉那一个位置的小角就好了。对，这个位置的小角。好，球一旦假设被破坏，就拉长，马蒂的老二可以进。听得懂？这个要一个。目前业余文呢是还没有上场，中先今天主题日活动哈也有很多的男模也到了这个现场来哈帮忙带动的活动啊，气氛很热闹，还有不过男模我们今年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比较少哈，对对对，也是他们的特色哈。高打点真好，193公分 ，Chicky 人高手长，原地跳哎，得到三分了。根本就没跳了，根本没跳。10号叶宇文上。韩国队好像也有190以上哈，有哈，有。叶宇文这个时候上场，目前落后3分，阿宝也尝试来帮助中国人先。这一关，一如这一关很难过的样子，吊球卡拔的就是独打 ，Chicky 开网球处理，哎呀，喷这么远。这么远的哈，对，哦，这是的，干脆就不跑了，是啊，马特，干脆就不跑了，是。Chicky 得到了4分，在这一局。20-16，超跑领先。我像刚才那种动作，台湾球就不会这样子，就会想去追追看，就会想要去追看看，是。这一分蛮重要的 ，Chicky， 这时候马特能被杜达守住。放个短球，还好黎文扑到了，只能够妞妞来做进攻。这边弯下腰来，一如守住，再来 Chicky 开网球，卡巴的是以晴垫高，突然掉头的空档让黎文没办法进攻，而给妞妞强扣，再跳进攻，秦维得分，哇，漂亮的一分！但中国人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真的这一分得来不易哦，但价值不错。嗯，参考秦维得到了2分。有的举球员当机立断了，真的。中国人先队请求替补2号下6号同他也是敢打。本来哈那个常人已经过来了，对，还不怕人家上来拦网。对，而且并不是说只是拨球吊球而已，对。哦，让 Chicky 也是打得气喘如牛，真的弯下腰来发给他吧。树清的接发球好极了，时间差，强扣攻击高打点，哎呀。因为以晴你也要去拦他，对，掉得不错，只到他的胳膊下，哎，
蛮欺负人的，真的。目前 Chicky 已经得到了5分21比17，阿飞太长。齐芳这个时候上场来防守，又是 Chicky 来了，啊，又是过了两个人，都从了头上经过，193公分，目前已经得到了6分，22比17，稍微拉开了一点差距。不过童启芳已经有判断到位置了，也是不错，等一下搞不好就可以摸得到球。是又被杜大、啊、没有掉过，没有掉过，杜大抓下来。这一阵子两队的、外籍选手、都相当努力，杜大个人也已经得到了3分，包括篮网得分，23比17。 Chicky 来到台湾，在张师大呢对台北金华得到17分呢是最高分，而阿飞的发球出界，在第一局几乎超跑有2次的发球出界，发球失误，而中线没有。奥宝叶玉文今天上场，面对高大的对手，增加自己的经验。快攻吊球，雨晴吊球得分，这球。超跑的第一局的运气还不错，其实以前的这种球搭配不好的处理还蛮不错的哦，还蛮稳定的，他总会想办法、哦、对来把它处理掉，对、嗯、目前他的攻击的成功率46%呢，位居高居第二名，对，所以也不那个没有失分嘛，对，没错，对，又接发球被破坏、嗯、来到第一局的局末点了，是超跑的呛死，直接要夺下方格旗、突破了、突破都大第一局比赛结束。哇哦，中间要主题日呢，有魔咒吗？好，进入超跑呢，25比18呢，拿下了第一局胜利。不过还早啊、哦，那张恩崇教练会想办法。休息一下，回到竹北新竹县体育馆，气派15年 ，Players One。我们中国人先队啦啦队又登场喽！14个，应该17个人到现场哈，让大家大饱眼福，来欣赏他们的表演。
谢啦啦队所带来的表演。也是他们有时候虽然不是主题日哈，我、哦、今天有20几个人到，阵容相当的庞大。那我们看到他们上周在江师大也是，虽然只有4个5个哈，可是也是很热闹哈，然后想办法加油。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会去发挥他们自己本身的专业，他们来的人数只有3-4个，但是他也知道去这个观众群那边、去拉拢一些过来帮他们喊声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专业，而且做得还蛮不错的。好，那现在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中国人轩大战吉如超跑。吉如超跑穿着红色的衣服，中轩呢就是一个蓝白色相间的衣服。刘美金掩护，溜溜强控喷掉就对了。这是刘一锦这场比赛的第二分。哦，拉拉队人数少啊，但是有力量。这时候看第二局的比赛呢，中国人先张仁崇教练会有什么法宝了哈？对，来扭转。OK， 陈婉婷，阿飞，哎，还好，溜溜在这里有机会哦。黎文直线强扣落地得分、真的是两个左撇子的对决哦。阿飞对上了张立文，对，外籍球员跟外籍球员哦，也是然后美金对决怡如哦，都是精彩的对决，对、哦、每一点都尬上的、发的精彩，去给的接发球遭到了破坏，又是中线的机会。美金举得相当高，给黎文攻击直线垫高，苏和强扣，牛牛还好有最后一道防线。马特，马特球过来，守得好。马特目前总得分再来后排吊球第五名。双方你来我往，黎文再来拦下，过不了两个学姐。对，这两个学姐的拦网也是高啊。怡如跟阿飞好像都有一定高度，对，目前怡如是拦下了2分，也是大会拦网得分的第二名。而且现在的中国人天其实把青薇给换下来哦，举球员换下巧玲、对，巧玲，巧玲来举球，跳过了发球，苏和69公里的速度打天过来直线，哇、哦、还有还有哇、还好反应，轻敌够快，再来一次看看，掉得相当高，且稍微开往斜线球。阿飞，阿龙印哦，嗯，由中仙拿下了这一分，目前中仙是以3-1领先。在第一局，吉如超跑以25-18拿下。每一局都会有变化吧，哈，或者调整。嗯，即使领先的球队可能也会稍微改变一下。对，没错。其实中国人先哦，在这一局发球全部集中在 Chicken 的手上，中国人先队暂时就是要破坏 Chicken 的，对，没有接好球的话，他就没球打，然后也修正不到这个阿飞的手上来。是，那美金的发球也有一定的威力 ，Chicken 的接发球这是比较好一点，阿飞有球可以打，而强扣让巧玲没有办法守住。对。阿飞目前得到了4分。上周在江师大的比赛呢，对上了中国人先的阿飞，一个人得到25分，哦，蛮多的，高的分数、集中在他身上。是，怡如发的相当短，还好跟巧玲跟雅慧的配合，对，还好雅慧有来救这个球啊，要不然再慢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雅慧这场比赛的第一次得分。中间还是保持5-2领先，双方你来我往。黎文发球还是给 Chicky， Chicky 过来吊球，吊球啊，最后、最后他的动作很大，对，但吊得很短。嗯，应该说他高个子，所以球点高啊，垂直线比较短，就有可能落点会更短、对，这边防守时也是要很注意。被举给黎文二号位直线的，刚好舒和守住被举，也是一个阿飞开网球，也是选择吊球处理，再来雅慧，哎呀，太长了，对，雅慧在拦网方面的表现也是不错，目前拦网13分的拦网也在前5名，
5-4。阿飞目前总得分呢已经来到了第七名。接发球被破坏了，马特后排 no in 啊 no in 了，或者应该是 no in 了哈。对，这很明显啊，因为林文也是慢了。双方5-5的平手。现在在竹北目前红色占了上风哦。基本上整个场馆都是红色的，对，座椅都是红色的，楼上的座椅也是红色的。李文吊球点了一下，再来看看中间第二球想要偷袭，垫高再送了过来，重新组织，用不同的阵容，马特抢后卡巧进攻得分，马特目前总得分的就是位居在第五位。其实马特的这个攻击的路线已经有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打的大概都是只有长球而已，但是现在包括这种时间差或者是跑位他都能够进来了。是，由于他在第一局的发球得分已经得到了发球就有3分的进账，使他的发球得分现在来到了10分了，现在已经跃居为这个气派的发球得分的第一名，哦，就超越了妞妞还有姿雅。所以他的发球其实是很平的，有威力的。有威力的，对。就爬了过来，雅慧掩护后排给黎文，后排中间强扣用身体挡下来是舒和。再来看看，还有菲菲掩护在左边，妞妞强扣吞下去。对，就短一点，快一点。朝着两个拦网的中间就对了。有效哦。嗯。因为他的球还是有磅数，所以会穿过去，所以拦网时也要更不能掉以轻心，也要对，不要小看妞妞，对，也 要、嗯、也不能小看。哦，有点长。 Chicky 的接发球接着背飞给怡晴，我蹲下去李一文守住了，再来给中间的马特，马特攻击得分，哦，马特连连的得分，是中仙的定心丸，也使得中仙在第一次进入暂停的时候以5-6领先的急速超跑。今天是中仙主题日，希望能够获胜。休息一下，回到竹北新竹县体育馆。中国人先今天在新竹的主题日的活动也设计了精美的看板呢，以及海报，还有大型的图像啊，在现场，然后现场中仙的主场日活动。但这场比赛面对急速超跑，以晴飞飞他知道攻击妞妞这一点，嗯，以晴的攻击率46%，目前他得到了4分这场比赛。已经在拦网以及发球方面的表现也不错。刘美清攻击强扣高打点，对，也是朝着苏和打哦，是，中间有衣服在啊。在台师大这边的话呢，就是巧玲，好，会留下来哈，跟着这个美清啊，还有马特他们一起练球。时间差强迫阿妹换颜色，哇，精彩，有掩护的不错。目前阿飞是得到了5分这场比赛。上周阿飞对战中国人先得到25分，目前总得分排名第7。刘美金来了，李文4号位攻击越过了双，越过了双城了，对。李文第2局首次的得分，
得到两分，目前全场得到了五分，张立文也是大会的得分后，牛牛发球，他的发球得分有九分，在左边 touch out 扑下去差一点点，牛牛也拼了。对，其实如果发球给 checking 的话，剩下的球大概就是阿飞啊。那这一种情况下，在篮网上可能就要特别去锁定他。针对啊，发球就是苏和，跳扣发球相当有威力，发球得分有到了七分。马特过来吊远球，苏青也注意到，接着 checking 高打点 touch 哦，刘美琴跟黎文没办法拦下。对。真的是打点有一点高啊！目前 Chicky 得到了七分，这场比赛，结果也是打到黎文的右手，是右手刚好是比较弱一点的，哦，对，因为黎文是左撇子，左手，对，强扣发球七十公里的速度，时间差，马特过来攻击他们，马特已经得到了十分了。仍然是大会总得分的第五名，也持续的在为球队做贡献。快攻进来了，至少在前七名。黎文一个强扣被都打守住，达菲二号位直线扑下去，弯下腰的是美金，黎文也来左手进攻，出界。哎呀，没有太。超跑现在追成了11-11平手。还是咬得非常的紧。黎文的攻击成功率这场比赛之前是40%，不过今天碰到更高大，对，没那么高，有点下滑，对，有点下滑了。今天修正球几乎没有得分。是，目前黎文也总共得到五分。雅慧独打垫高，再给 Chicky， 啊，巧玲抢球是对的了，对。我这个球马特已经跑到位了，对，一般救球也是想尝试还是要垫高，对，没错，超跑现在领先了12-11，在第一次进入暂停的时候是超跑6-8的落后，精彩的超跑对中仙的对决，哎呀，马特他会不会是急着想要起来做进攻哦？时间差的进攻。其实两队的外援都是一样，都没有说要准备接发球的这个动作，就准备要攻击而已。哦、对。好，发给对方的这个外援就对。就两边都在找外援。找外援在发球的。哎呦，又一球，黎文很尴尬。齐荣要不要去争一下，就是哇，超跑现在反倒领先了14-11了，最近算下来的话拉出了一波8-3的攻势，张安彤教练叫暂停，退个几步就可以好好接球了，对不对？你们今天并不是输给强击球或什么之类，那个球是发出来几个主接只要喊个声尽快区前应该都来得及才对啊，就没有就可以避免掉那种失误啊，没有必要啊，对吧？然后巧玲稳扎稳打，不要去慌。你好不容易可以取得三得分的部分，你的配球的部分再稍微思考一下。一个。像你现在这一分，你刚刚明明有机会拿到。好，风暴模特还是持续的扯破喉咙为中仙来加油。看看哈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振作。那今天马特攻势还算是正常哈，不过。其他人、哦、就可能就要再稍微再补上去一口气，对，包括黎文，先把接发球接好，哎呀，过网击球，哦，好，这分是持球，持球哈、哦，判给了中仙，看会不会是中仙的转机？这是长太高的原因吗？这种球他原地跳就起来了嘞，所以。海奇教练也是莫名其妙，对，觉得这个判决他不是很满意，啊嗯、那看会不会构成这一局的一个转捩点。我这种球，我倒会觉得是 OK 的。哦、嗯，在可能甚至欧洲是这么高、啊，对，他一定是往下压的，下来而已，对，他一定是这样。其实可以要回来这一球，不过被齐荣手起，接着在左边来马特开网球处理，
守住的是苏和，被举给阿飞吊球，吊球有卡瓦是妞妞第二球，再给一个，再垫高，还可以攻击雅慧扑下去，苏和垫高之后 Chiki 攻击转成直线攻击的得分， Chiki 要回了这一分。对，目前 Chiki 其实他也很傲啊，那一种球怎么会这样？是，目前 Chiki 得到了九分。在台湾目前为止 Chiki 单场最高分呢是17分，在张师大的比赛接发球被破坏，李文二号 All No In， 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是超跑呢取得了领先16-12，两次技术暂停当中进入超跑拉出了一波10-4的攻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中线的主题日哈，风暴模特儿呢是来了有20位左右的选手，模特儿对，他们固定的4-5个模特儿。哦，马特攻击打到了 Chiki 的手上，对，给对方了一个震撼教育。现在中线目前呢，马特得到11分了，但是就是其他人哦，其他人可能要再加油 一下，对，他是得分发球的得分后加压，接发球不错，舒和跑了，以琴被飞，在左边妞妞开网的进攻也是一种打法，后面再来看看 Chiki 高打啊，哇哦，妞妞 Chiki 赶快过来看一下，对。对，因为刚才的 Nate 也是打这个大斜线，是，对，以牙还牙，妞妞的防守以及接发球其实都相当好，那也很拼哦。对，我们也记得上个球季他也曾经被有打到头部一次，但都没事了。舒和攻击的得分，现在超跑准备要把对方甩开喽，真的。而且开始要准备甩尾了，甩尾，对对，没错，对，18-13，中间把叶云换上来，7号叶云文上，雅慧下来，这一局就是美金上的比较少一点，对，来左边余文的举球，太靠网了，阿宝，太长了，对，太长，靠网又长。张安琼教练现在也是脸色很难看，脸色对，已经脑筋当在想哈，怎么样来化解？对，大概想要怎么样解决？对，曲奇发球得分，马特。现在整个中国人间是乱掉了，真的是有点泄气、所有节奏什么的，通通不对劲。超跑，中国人先队请求替补，好，今天来踢馆，同齐方上。他们拉拉队有每一场几乎也都每一场会到哈，然后、对，让现场气氛也都很不错。Chiki 总共已经得到11分，这场比赛修正给妞妞靠网，靠网做的并不是太理想。接着再修正球到左边，苏和强扣，再次攻击得分，哇！看起来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张彤教练并没有大幅的换人了，包括。主力的马特啦、美金啦，还有秦维都在场边了。其实搞不好偏第三局。现在休息完了，从头来不一定。是。防守起来。哦。苏晴被抓了。送分了，送分了。对，一个两次。杰沙宝被判21-14。
中间在场上的球员、啊、就是继续认真作战。几次裁判的判决啊，凯奇教练还是给选手加油。嗯，啊，因为球队至少目前还保持领先。真的。竖琴的接发球到位，到左边舒和抢扣。哇哦！舒和也跟拉拉队互动哦。其实这种精神我还蛮喜欢的。就要有这种霸气啊、哦！对、球迷就来看他的哈、哦。舒和是全能球员，又是强力排球的代表，真的。看他打球智慧票价 ，B 快掩护中间舒，好，终于有了。妞妞攻击的得分，这一点要再加油哦。没错，目前妞妞得到撑起来哦，得到四分，至少在第二局他得到了三分。对，加减撑长也不错了。是，绝对是需要的。嗯。同时，现在美金也再度上场 ，Chicky 的接发球被破坏。中线的机会哦，美金吸快一个背飞，不过只能吊球，再来一次看看，再一个慢慢看。B 快掩护给妞妞差一点点，杜达也有180公分，而这次 差了一点，全倒了。至少中线的还继续的拼搏，还有在拼。对，嗯。这是一如在第二局的首次进攻的得分，本土球员。加油啊！就要有，就拼劲哈、还有要撑起来。嗯。接发球，齐芳被破坏了。球的还不错，李文直接进攻界内得分，哇！李文靠自己的能力呢，对，补回这球。嗯。十号的卢伟锦来发球，算修正的还蛮不错的、哦。不错的，对。嗯，对对，他整个直线搭配完全没跟上哎、欸，是，以为黎文是斜着进来这样、哦，斜着进来斜着打，对，但是黎文是左撇子，哦，可以有这个角度哦，对，直线不可以太开呀、啊，是，因为接发球就这样比较之前是得分发球得分第一名，这个强扣攻击的得分，哦，蔡宁的十二位攻击得分。陈小宝来到第二局主攻点，阿飞在四号位哈，也是看起来力量上也是提升了很多，这个、速度啊，没错。目前阿飞得到了七分，哇！舒和大吼一声，马铁过来被拦到，出界，马铁得分，对，至少中先还是。试试看、哦、咬着还是慢慢在追啊，我觉得这个精神一定要在维持着，绝对、哦、今天又是主题日，同时、对拉拉队也是阵容庞大，还是局末点第二局修正球，具体吊球抓下来了，阿宝抓到了这一球，再拼拼看，带动士气，继续由刘美金的发球，有点浓硬了、哦、对，这浓硬了，十七号的叶宇文也是刚加入了，目前总得分35分，篮网得分有7分，又是中线的机会，马特过来攻击成功率还是较高的31，转直线而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Chicky 是到目前为止超跑的大功臣，他已经得到了12分，25-18，进入超跑呢，现在是2-0呢，领先了中国人先。哇、wow, ，中线的主题日，但是却遭遇苦战。休息一下，回到棋牌15年 ，Players One 在新竹县立体育馆。
就是在比较方面的哈，攻击成功率方面，超跑还是能略占优势。嗯，光这个得分率就差了大概20%有。对，将近二十趴了。将近20%。对，是一个51.7%，一个是33.3%。对，那这个分数的参考呢，是第一局，因为第二局也是25-18了，都是值得大家来参考一下。接着下来要进行到了第三局的比赛，两局都是25-18，穿着红色衣服的基督超跑现在领先。对，看第三局的中国人先能不能有所振作啊？是，嗯。接发球不是太理想，不过阿飞强扣还好，注意阿宝。接着偷袭卢达，哦，突然来这一招，又开始了。卢达在第一局就偷袭了好几分，两分，对。那现在总共呢，已经得到了5分了。其实他平均哦，每一局大概都会偷袭个2-3次。3次，是是。几率蛮高的。对，变成对方也要注意。对。这个 B 块，叶玉文也尝试来做进攻，接着被马切给拦下来，看看被局，哦，没有配合好。是中线的呛声，马切也是最稳定的攻击手，不过。Chicky 守住，左边苏和跃起拦网被阿宝还有马特拦下了，马特还是够高。哦，阿宝过去帮忙哦，拦下这一分了。对，目前阿宝是拦下了2分，这场比赛累计下来，他拦网得分来到了9分，也表现不错。修正球，右边给苏和。只能够处理，他知道。对，巧玲还是这一局的举球员，拦下来，不过爬墙出界，差了一点点。阿飞攻起得分，阿飞持续稳定的表现。对，其实阿飞啊，如果球这样子给他，不管好坏，他都当然都是处理得很好啊。但是如果集中在他身上让他去得分的话，他发挥起来的话就。对方就很难搞咯，是没错。阿飞的攻击成功率32%，巧玲出现了状况哈，两次就使得超跑在第三局的一开始也是取得3-1领先。今天的中线状况不是那么好，有点低潮，对，做了阵容上的调整哈，也还没有打开来。那黎文尤其看起来是影响蛮大，刘美清的快攻攻击。目前美金的总得分也能够排名在前5名，这个打点还蛮垂直的，很短，也是需要适时的发挥。快攻，哦，守得好，妞妞1-1被怡如，哇，怡如他经常抓是一个人后排的，抓后排的，对，这个时间他抓得很准的，慢了半拍就抓到了。他是比较客气的，是说呢，球队是都有勤收了，那也提供他们做参考，多次来回以后就会知道对方习惯，对对对。但是他自己的判断应该是也很重要，对，应该也是啊。直线界内，马特，今天马特是中线的定心丸，好，得分呢已经来到13分，得分率那么高的话。倒不如先集中在他身上，让他发挥一下。因为他打开的话有信心。对，第三局体力也绝对不是问题。但是超跑呢，这个吊球或什么都几乎都是吊给了马切。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打球也是要有运气啊，幸运之神有时候那一天就降落在谁的身上就会有。像今天的话就会在马特的身上。那马特的话，其实。举给他，不管好坏，搞不好那个幸运之神就会帮他。觉得不可能得分，但是也会得分啊。是。触网。超跑的拦网的触网啊，包括了以晴还有杜达两个人拦网，由中线拿下了这一分，追成了4-5。中线由刘美静的发球。换了一些球员，包括了曼雅也上场，超跑
想要偷袭，站着就摸到球了。对 ，B 块掩护给妞妞斜线界内的得分，是下位斜线攻击得分。目前比数来到了5-5，双方暂时平手。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这个球有棒速又有速度，对，落点也很好。目前妞妞在这场比赛得到了5分，他的总得分也在前10名。Chiki 开网被拦下来哦，这一局现在中线的士气来了，也有机会地上逆转，不过高打点的吊球，很难守哦。对 ，Chiki 目前在第三局首次得分，他也得到了13分。对超跑来讲，恐怕还是希望在3局哈、哦，短时间之内就解决掉。对，我觉得 Chiki 跟杜达体能会接受考验的。当然，他们还是有这个能力，而且昨天他们都休息，哦，就储存的能量就是。双方6-6，第三局。我记得昨天教练好像有跟他们讲，明天才是重头戏。左边苏和运气，苏和体力用不完。修正，牛牛也是，牛牛直线出界，由超跑拿下了这一分。牛牛认为是在界内哈，不过视线员呢是举旗出界。超跑现在又取了7-6。这个球我倒觉得应该也是 out ball 的。哇。对啊。侧面的角度会看得更清楚。对。已经发了不错 ，B 块掩护在左边，吊球吊得够长 ，Chiki 也注意。接着中间快攻给怡如，后面牛牛他叫他巧牛牛攻击了苏和，报仇啊！对，明明知道，但是还是要拼这个地方。那不碰到标志杆的哈，就对，刚好能够转过去，对，很准。牛牛发球是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发球得分最高的球员。哦，弯下腰来守住的是巧玲，好球！哎呀，这个吊球到地中海空档。对，好，在第四局暂停，中国人先是8-7领先的。这一局没有退路的中先呢，绝对是要全力以赴。休息一下，回到竹北新竹县立体育馆。今天中国人先的主题日的活动、啊、在现场、设计了精美的这个海报，那希望在球场上也能够来助威。他飞跃起后排进攻，从其方碰到标志杆、哎、对，从标志杆外面进来，外面、哦、对、okay、双方战成了8-8的平手。但、张雄教练也是调兵，还就是也敢然后对、其他替补的球员呢，巧玲今天上场时间还蛮长的。对，其实他也等于就是，也就是把这种说死马当活马医也是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其他球员也是需要磨练的、啊。没错，嗯，祁荣这次守住了，巧玲过来，接着曼雅术前守住，在左边来给苏和开网，抓下来垫高。哇，苏和就到，好精彩，太棒！哎，赶快快攻，阿宝，阿宝快攻的得分了，打在对方的痛处。趁，对啊，要赶快趁大家还没回来，要先出手。没错，哇，拉拉队也是非常振奋的。看苏和救的这一球，真棒，这个铁臂神拳。最后差了一点。这是刚才那个球，如果怡如拦下来的话，我想整个士气就更高了。是，在超跑这一边，苏和跃起，攻击得分，
朱和在第三局首次的得分。王林队朱超跑呢，从上个球季加入以后也有他们的特色、哦、真的其实也增加了我们整个会场的热闹、啊、没错、嗯、而且球队呢也用心的经营、哦、在进步，并且引进了外援朱和，这一场比赛第二次发球失误，不过他也发进了一分，看他每个动作都很过瘾。朱和目前发球得分也到了八分，仅落后马特两分，马特这是发球得分第一名。贝菲掩护左边 Chicky 拦到了刘美金，快攻！哎呀，稍短了一点，举着，应该是太低了，太低了哈。双方十比十。如果不是太低，就是美金太慢。是，或者对啊，对，一般美金确实会因为动作比较大，所以会慢一点。对。其实可以给他高一点，他可以好处理就好了。是，一路发球，接发球到位，美金掩护左边，麦芽他跳哦，麦芽也敢打哦。对，昨天这个时候一定要赶快跳出来啊！目前已经得到了两分，有机会上场哈，展现不怕，要把握机会。虽然是教练给机会，自己也要把握机会。是，嗯，我们有的发球。还加强自己的这个肌力的训练 ，B 块以情攻击率46%来了，出手并不多哈，但是有效。目前已经得到了五分。其实像刚才的那种球，球实际上是比较低的，那比较低，以情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相对我们看到美金，它不是，它就会失误掉，所以有时候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说哪一个球员比较好了。是。转身再给妞妞，这一次舒和守住 B 块已经能够处理，不过巧玲垫高再来一次，妞妞过来转直线被拦下，还好卡巴是齐荣，马特开网吊球掉到了中心地带，大概跳起来的时候已经看到那里一片空白。会啊，跳高起来会看得到、啊、会看得到、哦、是、嗯、目前马特得分呢继续加上去14分，但是自由球员判断居然比舒和慢慢哦，舒、嗯、和是全能球员，真的舒和真的是太棒了，是，嗯，也是将来国家队在国际赛的一个主将，对，被飞的是以晴，还是吊球，吊球还有到牛牛还可以进攻，再来，再给一个强攻了，啊，美金。有机会守起来了，对，太慢了。Chicky 目前也得到了14分，今天发挥出色，在台湾单场最高分17分，今天有机会超越12比12，第三局。哦，贴网过来，停哦，修正处理。他敲妞妞，专打这种球，妞妞就给他喷就对了。对。也许有几次没有成功，但是他会想办法处理哦。其实靠网的球，他更应该要打这一种球。嗯，是。但是有时候我看他是故意打对方拦网的手，然后自己再守一个回来再反攻哦。嗯、有时候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存在。是，目前妞妞得到了7分。球，复网。好，重新拿下了这一分，嗯、现在是超跑的助网。主打，主打出网哦，很明显呢。极速超跑队，中线现在14比12领先两分呢，由刘海奇教练、极速超跑教练叫出了暂停。This is the time when our energy is going down. Okay, we have to fight back here. Okay, we have to talk more. 像我们说没有很多说话，要多出声。Okay, 帮助。所以这很简单，就是高一点，开一点，然后举到 left side， 打那个打击球员。Okay, go。稍微喘息一下哈、哦，那现在因为他们本来可用之兵就比较少一点了，然后今天又决定了用两个外援哈、哦，对，所以这两个外援确实需要调节一点体力。是，没错。所以让两个外籍球员调整的话，其实也可以磨练一下本土球员呢、啊。跟他们的配合这样。对。所以今天怡臻整场比赛都没有上场。嗯。
左边苏荷稍短了一点，被抓下来了，再弹起来点到后面，苏荷体能太好了，哇！有长后脑勺，有长眼睛啊，对，马上就转身跳起来，而且还看到。对。哦，那一片大空档。苏荷得到了八分，而每一分呢都是让人振奋。扭扭过来喽，有机会弹开来，哈哈，棒数够重。强哦。是。双方互别苗头。目前扭扭得到了八分，其中七分在第二局之后呢获得。那股精神这样好，对，所以他其实球不一定要往下打，像这样子打长的，你看就挤到阿菲的胸前的啊，对，防守上，嗯，小林防守也是不错的，修正给马特加压之后阿菲守住哦，再来看看阿宝掩护后排给妞妞，守了起来，在左边给苏荷，跃起钻过了阿宝，被阿宝拦下来，还有机会守起来，哦 safe。What? 中间快攻，再来直接第二球没有落地，左边重新发加快，对不起，刚刚是曼雅，曼雅，对对，苏荷强扣，还有救回，哇，这是第几波啊，阿宝拦到了突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中间拿下了这一分呢，是士气大振。刚刚张文彤教练认为是不是已经出界了，无论如何这一分还是中间拿下来，16-13，精彩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马上回来。中间主题日活动啊，绝对精神呢要打起来，现在16-13领先，哇，拉拉队扯破喉咙，对，现在两队的拉拉队也是在稍微 互相较劲的，尬一下，对，往上处理，哦，且弯下腰去，巧玲防守不错，在左边慢压啊，碰到标志杆而出界，嗯，超跑拿下了这一分，14-16，超跑了拉拉队一样啊，也是很有节奏。哎，两队的拉拉队的节奏这个时候刚好一模一样。对。杜达发球，接发球勉强爬起来继续进攻。苏晴来举球，右边给苏荷，二号位守住被拦到，阿宝掩护，马天过来直线，啊，哎呀，慢呀，阿飞拦到了空档，让王林队是相当的振奋。连追两分了，15-16。来看，中国人现在请求替补，曼雅可以再正常过去一点啊。OK， 干嘛太依赖这个自由球员？自由球员是，嗯，每个球员都要更积极。对，刘教练是很振奋的。是，阿飞得到9分，在左边。洪奇芳也上来进攻，阿飞被抓下来以后，再来一次看看。盖靠网一点，阿飞可以处理， oh, 有没有 touch 啊 ？touch 到哦 ，touch 到了哈！哇，是不是？哦，这时候恩恩宠教练怎样？先看一下有没有慢动作。应该是有，就是球有一点点，哦，对，阿宝的手哈，稍微球有一点点改变路线了，是，所以没问题。这使得阿飞现在得分已经来到了10分。两边好，张教练可以休息一下，很激动，16-16，从前方接发球 OK， 马特他攻击 touch， 并且落地了得分，
马特挺身而出，这一局他得到了三分，全场是得到了15分，17-16，没有推入中线，背水一战。对，只有现在奋斗一点了。对，接发球 OK， 右边苏和加快节奏，而且球速也是变得快了、哦。因为杜达的这个球举得很平呢，对，苏和跟他配合也还不错、哦。对，刘美清过来不及了。嗯，参考苏和现在得到了9分，这场比赛平均每一局的得分也超过了4分。跳扣发球，卡乔一如没办法守住美金，不过、哦、这种王牌对决也是很精彩的、哦、王见王。后接后，对，美金过了，现在请求这场比赛得到5分。14号下2号张黎文上，在这时候11号下9号黎文对上场啊、嗯，还有秦伟也上来，对，保持前排三个攻击手。那秦伟目前也是在左训来集训，跟黎文都是，妞妞也是。接发球靠网背举又很快、哦、而被判了、这个、球触网啊，没有，这个球应该是有一点点这个两次球这种动作、哦 okay、我觉得是有这个动作，是，对，不怎么协调，是，然后也有触网，可是 裁判最后就是不比手势，没有手势出来，没有手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是，阿飞强扣被拦下来了，当然是同齐方拦网，转成直线大喷飞掉，差一点点。Chicky 的得分 ，Chicky 跟杜达的搭配还是比较纯熟啊，就是举得更高。那目前 Chicky 这场比赛得分也来到了15分，发球的就是5号的一如队长，中先19-18领先1分，一如是拦网得分的第二名。B 块刘美清哈、哦、被哦，李晴还有都大收慢了一点点，由刘美清得分。刘美清现在得分，这场比赛是6分的进账。第二局他有一段时间呢在场边，没有退路情况下，刘美清蛮重要的。加快阿飞，而且上手其中处理，修正给黎文二号位攻击拦下来。再给 Chicky 高打点，好，还是越过了刘美清，193越过了184。由11号陈婉婷来发球。看来这场比赛的策略哈，就是超跑呢，就是主打 Chicky 这一点。对啊，而他也不负所托。妞妞强扣，以晴拦到，可能是 Chicky 修正。有没有体力？对，变成直线处理，并且上来拦网要卡吧，还有再给 Chicky 吊球，也注意卡吧，直接攻击到后排得分落地，刘美金中先21-19，看能不能过这一关，过了这一关或许过了这一关就有希望了。21-19，中国人现在暂时领先2分。今天在现场服务的6家国小的小朋友，他们5年级也拿下了，包括了华中杯、永信杯呢，还有中华杯的冠军。可能出界，不过决定要防守。Chicky 攻击伸手，同齐方防守哦，不错。上手处理的是竖琴，再给 Chicky 够能量吗？喷飞的够远啊、哦！哇，能量100%呀、啊！100%哦 ，Chicky 还是能跳了起来。啊，每一局都至少得5分或者5分以上。这一场得到了17分，也平了他在台湾单场最高的纪录。对，而且喷得很远哦，就不好守了。Chicky 当然希望第三局就能够收拾对手，哦、发得精彩。时间 差啊，没人。左边，苏和到了前排，强扣攻击，要加压得分，21-21平手。中先可能要叫暂停。真的。21-21。苏和得分也来到了10分。其实超。教练听到你的呼喊，关键时刻了，然后已经。
很重要一个教训嘛，对吧？踢快攻，踢快攻，利用一号、五号、三点都可以啊，比较好的七兔好了，七号，三点都可以，看你三点都可以，攻击手要信心一点，这一个哦，知道吗？来。今天中线的风暴蒙特尔是阵容庞大，真的，个个都是美女帅哥，是赏心悦目，还能不能转化为中线的球场上的好表现，发球精彩，去接得好，李文过来攻击得分，这个时间差，对，也是有好的接发球，对，好的接发球有到位，然后再来就是说今天举球员也是照着教练的指示在做，没错，有三个选择，那时间差的快攻可能是不错的选择，对，马特尔这上来了，这时候前排这里这样少了举球员，举球员在后排维持前排三个举球这个攻击手，是，对，因为他是换两个人，哦，对，换两个人，然后巧玲在那里，对，出界，奥莫，81公里的速度，中先现在领先两分了，23-21，这时候换成了急速超跑的刘海清教练呢，要叫出了暂停。第二次的暂停，紧张，当然中先没有退路。She is right side, but now she switched. So now Mateus over there.Hitting left side, and now the little one's over here. That's why the mismatch is over here. So keep her outsid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back there, but keep her on the outside. Huan Chao Pao, La La Dui, Chao Pao, Xiao Tian Shi, Lai Jia Yu. This is the whole band, and it's only 2 points. 也不知道谁会赢谁会输哦，是还很难讲哦，对，中线23-21领先，巧玲的发球接发球到位，在左边来苏和，苏和还太早进去了，结果无巧不巧反而吊球成功，苏和得到11分这场比赛，其实也很明显杜达跟这个苏和的配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误差值，误差，哦，对，没那么顺，妞妞攻击太长，23平手了，中间已经没有暂停可以叫了，对，这样紧张真的是像邱老师您所讲的，真的很难讲，对，两分而已，对，那而且现在的急速超跑其实他发球也很用心呢，他不断的在破坏对方的这个接发球能力，是同情方这次接发球不错，马翠攻击已经落地，好，先拿一分喽，来到了第三局的局末点，24-23，双方在关键时刻考验着抗压力哈，然后主攻手敢打，对，24，现在就是看急速超跑现在这个球掉给谁啊，哦呦，因为 Chicky 在后排，好，玩阿飞，这是中间的呛死阿宝来举球，还没有把握机会，再看看被飞的是怡如，苏和强扣手起跳起来，怡如吊球，后排给 Chicky 打出界，而使得中间拿下了第三局，扳回了一城，25-23，好，中间主题日没有漏气，起码好稳住撑住，很不容易哈，撑下了这一局，追成了1-2平手，今天晚上有好戏可看，休息一下，回到竹北新竹县体育馆，气排15年 Players One。
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好，在第三节的比赛中间呢，扳回了一城，好不容易了，真的，攻击成功率 也提高了，提高了，对，嗯，35.4%，优于对手，哇，这现在接下来就是体能啦，还有意志力啊的一个对抗，还有就是教练斗志。不过刚才几个，哎，后面中国人先几个后面上去递补的，我觉得表现还蛮不错哦。嗯，包括齐芳也好了，齐芳啊，麦雅了，对对对，都不错。巧玲也很好。第四局的比赛开始，两队本季第二次的交手，碰到了标志杆，对，打到标志杆了。由超跑拿下了这一分，1-0。超跑了小天使拉拉队。上次交手是打了5局，我们记得也是因为包括陈玉的这个受伤哈，跟阿飞对撞的受伤，嗯，也影响到超跑的接发球跟防守，被中线逆转，右边妞妞斜线，其实这个也考验妞妞的体能呢。哇，他从第二局开始就经常球给他很多哦，嗯，球数又比较多了，对，困难的球，嗯，不过体能可能是。妞妞唯一不用担心的是他，相信他。不过因为李文的这个退场，对，所以就是责任也是在他的身上，在妞妞的身上。对，大部分都在二号位的进攻，这次换到左边来给同情方一对一越过了苏和。哦，他们都是中山工商的选手。对。其实后面三个小矮人也很可爱，四个小矮人很可爱。好，这个四小各有其兵呢。对，用四小福来对抗对方的红色大军。马特直线，直线守住是素琴，素琴的防守更好。爬过来以后，齐荣。哎呀！举球员也发生了这种两次的错误，嗯，对，像巧玲他现在就是因为其实他是后排，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他个子不高，所以他靠网的球不敢去处理，嗯，稍微开网一点，不过这次举得比较靠网，吊球以后被守起来以后，左边却可以往上美金处理，左边给同齐芳吊球，吊球扑下去就到的是苏和，太长哦！现在 Chicky 的攻击成功率下滑了哈，嗯。对，因为抛物线有比较高的这个球。他体能是不是能负荷4局或者5局的大战？这个在考验两个外籍球员。没错。
马特看起来是我们今天发球、哦、整个身形来讲、哦、看起来能量应该 OK 的、嗯、马特右边面对 Chicky 斜线进攻、嗯、这样子中线4比2领先，继续留刘美金的发球，上周马特呢对战台北金华呢拿五局的比赛也得到25分，美金发球加压 ，B 块掩护在左边 ，Chicky 过来，被拦到。还有，垫高，洪奇芳靠网球，好啊，哦、经验好啊，哦、不错、嗯哦，不怕、哦、对方拦网、哦。对，其实他一起来动作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拨往外拨啊，碰到对方手就出界、嗯，对，很聪明的打法。嗯，洪奇芳在第四局得到2分，5比2领先。美金发球站着背飞。七快攻的乐器攻击的得分，一如得分。球权回到了极速超跑队，由五号的陈一如来发球。参考目前一如是得到了8分，他今天有发球2分的进账。接发球 OK， 比快一阿宝，哦，翻滚吧 ，Duda， 叶玉文的得分。叶玉文上来也是敢打了哦，几个年轻的或者所谓替补的球员、嗯、对，这些二军的平常大概也是、有一起训练，所以默契会比较好一点，没错，留在台师大这边练习、嗯、对，巧玲带着大家嗯，单举球员、嗯、目前阿宝已经得到4分，哦，跳扣加压有威力往上，哦，独打过往击球，过往击球，独打判了过往击球，而马特突然加压 ，Oh my god！ 看一下，他心里面应该是这样想。但因为他也很高哦，所以他绝对会很侵略性的来处理。但这个球没有包下来，马特发球出界，比分是7比4。马特这场比赛第二次的发球出失误，接发球到位，比快有漏，阿宝连连得分，哦，哇，几个二军的不错哦。在第一次进入暂停的时候呢，是中线以8比4领先，好像过了第三局那个关卡以后哈，就一路畅通无阻了。对，好，休息一下，回到棋牌15年 ，Play as one。中线8比4，阿宝的拉拉队哦，搞不好是爸爸妈妈，对，我觉得那个男生有一点像，像哦，是阿宝是像爸爸，好，这是六号的同级，目前阿宝是参考了这场比赛得到了5分，然后在加入之后呢，最高得分是8分，同级方刚发球得分。这个进攻被守起来，中间阿宝快攻，果然哇、哦！我觉得爸爸妈妈的加油有关系哦，让自己更敢打哈、哦，对，而且开心。极速超跑队请求替补七号下，洪奇芳在这局也得到了3分，中间10比4领先，也是超跑落后最多的一刻。难道超跑没有油料了吗？好，现在换上新生力军哈、哦，因为。其实排球是12个人团队运动，对、哦，
抓下来的是阿宝，阿宝又抓到这个球，对啊，不简单，丢丢强扣，腾掉，还有还有，左边 Jiggy 终于进来一球，喘个大气了。在第四局 Chicky 首次的得分，目前 Chicky 得到了18分，也写下了来到台湾最高的得分，但是当然他的希望能够帮助球队获胜，对、个人的数据仅供参考，应该是还好，对，接发球到位，阿宝快攻掩护，时间差带切的球，妞妞得分，目前妞妞得到了10分，也到两位数了，也是连续六场比赛得分呢，妞妞都能够到两位数，十分或者十分以上，11-5，中线领先。阿宝发球，他的发球得分呢也有3分，篮网得分有7分。B 块掩护，阿飞攻击，哇，落点齐佳。对，阿飞其实已经有休息了一段时间了哈。现在又开始要利用他的攻击来得分，对，分担一下其他攻击手，尤其是 Chicky， 对，嗯，刘美青吞下去，一如没办法，嘉玲也是，美青在第四局首次的得分，得分也来到了8分，12-6，好像中仙现在任督二脉打开来了，都很顺了，幸运之神回来 了，刚才跑去睡觉，是，再来左边妞妞他下最拿手的，嗯，其实妞妞这个台球要如果让他发挥出来的话，那急速超跑就要小心了，没错，嗯，虽然黎文今天状况并不是特别好，不过妞妞挺身而出，发的也是总是要有人挺身而出，对，阿飞太闪太多，没有 touch， 这样子比分更拉开了一点，14-6了，极速超跑队，极速超跑刘海奇教练叫出了暂停，这一阵子中仙是最旺的时刻，要 make sure we're not making so many errors， 失误现在太多了， OK， 我们要注意好，注意好，I know everybody's tired, but when we transition, we have to transition fast. Okay? Come on! 好，超跑拉拉队在场边加油。那么，刚刚中仙呢，最近的六分呢是4-2领先，而且是连得3分。现在中仙呢又气势起来。有时候每个选手每天的状况会不太一样。对，黎文。连续3场20分以上，但是今天就比较闷一点，还好一如这次和攻击篮网出界，也使得超跑追成了7-14，一如目前得到9分，哦，这7分要慢慢拉，对，毕竟中国人先也不是省油的灯了，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拉了7分。把铁攻击喷掉竖琴。马蒂的十二位斜线攻击得分，由四号的罗怡景来发球。参考哈马蒂的得分呢，继续的累积上去呢，现在已经是得到了18分了。牛牛这是连续6场得分到两位数，十块。弯下腰来，巧玲守住，马蒂再次攻击，而且频频的得分。对，在第二次技术，这个球也举得漂亮。OK， 16-7，现在中仙呢拉开了哈，不让超跑看到他们的车尾灯。休息一下，回到竹北新竹县体育馆中仙主题日。
中线的主题日啊，设计了精美的海报，看看能不能加持帮助中线拿下胜利。包括风暴模特儿了哈，下面这里啊，波蜜，我们也蛮怀念那个波蜜果菜汁，果菜汁的味道，还有他们的吉祥物。阿飞攻击，往上处理，嘉玲。在左边给同齐芳强扣，钻过两个人攻击得分，哇！现在中间呢是打开任督二脉，一路畅通，而且个个都有发挥。同齐芳也得到四分了。其实同齐芳本来攻击就不错了，上场时间比较少哈。嗯，那他防守大部分都只上来发球跟防守。对，在左边来给阿飞直线他跳，现在超跑还是靠着阿飞一个人哈，独撑大局。两位学姐和阿飞以及怡如升起，那目前还是没有让这个怡珍上来担任替补的举球员。右边马切，后面补位在垫高，是中线的呛死啊！马特看看，马特过来吊球，没有配合的太好，再给 Chicky 左边来。哦，马特很振奋。对，因为 Chicky 很会闪直线，所以，马特他这个球是很判断的很好哎。对，稳稳的哈，垂直起跳这样。起跳包进来。马特得分来到十九分。哦，掉的较远一点，垫高还有机会，哇，再拼，刘美金差一点点。阿飞的得分呢，也使得超跑现在追成了9-18。这两支队伍交手哦，总杀难分难解。嗯、哇，今年每次交手会不会都打满五局？对。接发球，同齐芳也是相当出色，时间差的强扣，同齐芳进攻得分。同齐芳将写下本季个人单场的最高得分，目前来到了五分，五分都在第四局获得。对。因为他也是第三局的后半才上来的，对，没错。今年他的最高分呢就是四分，今年已经有五分，扑下去妞妞守住，再来，再给谁？阿飞，阿飞强扣垫高，还有好球，爬起来，哇，真是神奇哦，神奇的一球，再进来，哦，阿飞事不过三，终于在第三次才得分，生气了。不过中线也是守得精彩，对，妞妞然后齐芳，观众就是喜欢看这样的球不落地，就是这个啊，没错，你看救了第一次，还好转身来哈，打个安全球，最后终于阿飞强扣了得分，参考阿飞是得到15分，左边同齐芳，哦，还有机会救起来，这一回呛死呛死呛死哦哈。看看阿宝中间快攻可以哦，好球！哇哦，阿宝直接的自扣。在这一局，阿宝也得到了4分，全场得到了7分。妈妈和家人都非常的开心，真的，真的是家中的宝，而且是中线之宝。接发球到位，这地阿飞是撑起了技术超跑的大局。得到16分，但是目前这一局哈，中线还是稳定领先哈，让你阿飞一个人发挥没关系哈。对，其他我都守住。现在还有10分、9分、10分的领先。对，嗯，阿宝再一次，这一回没有强扣，阿飞吊球，阿宝，哦，反应够快，再来一次开往篮下，阿飞也是转身哈。后面踏把是马屁，快攻进去，左边进来是给蒙印吗？哎呀，蒙印呐！好，超跑连追2分，好，12-20，看看张仁琼教练哈，要不要考虑，或者让球员休息一下什么的？不考虑，还有十，还有8分的领先，还有8分，还有8分，嗯，对，已经到后半段了。是。接发球到位，阿宝掩护后排给马屁强扣 touch in， 得分，第二攻击得分。好，21-12，果然球员还是稳住。嗯，相信自己的球员做得到。好，现在
21分的进账了嘛？这场比赛得分超过20分。叶宇文发球也加压了，张嘉玲今天第一次的出手，修正哦，牛牛吞下去，李琴差一点转身懊恼跪地。哇，每一球都拼了，精彩，就差那么一点。哇！提出超跑队请求暂停。是由超跑呢叫出了暂停，还是保持中国人先呢有十分领先的优势？刘海奇教练叫出暂停，这一局会比较辛苦了。We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s and remember for next set, right? Our blocking is an issue right now. 我们拦网 ，OK? 我们拦网位置、节奏跟手姿势 ，OK?要记住。All right, let's go. Come on.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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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呢，阿宝的表现相当好，17号的中线的叶宇文刚加入了结束刚加入中国人先。中国人先。对。他拦网抓了时机哈，也都还不错，至少能够碰到球。对，而且他在中间的这个快攻的攻击哈，其实也很有威力哦。是，没错。交给张嘉玲，嘉玲吞下去，越过了巧玲，对，还有刘美金跟美金，对，这是嘉玲今天第一次的得分，22-13，已经发球也在左训。接受国家队的训练，牛牛过来一对一吃掉了 Duda。回景的 touch out 得分。目前牛牛在第四局得到了5分，全场啊攻下13分。一对一的话，牛牛是不怕的。对，没有在怕。其实两个篮他也没有在怕。也是啊。阿飞太长出界，使得第四局现在来到了局末点，24-13。当然，阿飞也要有这种气势，真的强扣下来。对，也是慢慢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阿飞攻击成功率有34%，今天得分呢也是来到了16分。局末点吊球。出界，使得中先拿下了第四局，要打第五局了，25-13，中先的拉拉队没有放弃，球员也没有放弃，教练团啊继续奋战，对啊、连赶两局，哇，就是要给大家好看吧，好，所以等一下啊、还是喝口水，吃点东西，新竹是也很多特产，就是、啊、马上回来。Thank you.
第四局中线呢是25-13拿下了，攻击成功率高达60%啊，超跑的攻击率只有28.1%，而且超跑没有任何的拦网以及发球得分，所以刚刚暂停的时候也听到刘海奇教练提醒的哈，拦网这一块哈要加油这样，对，都没有拦网得分。嗯，那就60%的得分率是几乎一个球一分呢，几乎了哈，对，所以这部分也显示。包括体力下滑有点影响吧，哈。嗯。啊，现在看到决胜的第五局，巧玲的发球，两队都没有退路。没错，第一分由以晴拿下来，超跑重要。那现在看最后这几分，以晴在第四局没有得分，然后舒和在第四局也没有得分。对，这个就杀伤力就很大了。是。不过现在两个外籍球员都下来都是本土的，可能会有很多那个、哦、另外的、哦、这有很多球可以打、哦、对，所以现在宜珍在场上举球了，美金防守可能来回波也会比较多。对，苏和有没有能量了，打到第五局了，右边妞妞妞啊，没力了吗？不过不好打，不这一球，对，这个球是挤到了妞妞啊，退没退够，然后球又开，好，超跑现在是2-0领先，反而替补的本土的选手在场上、哦、昨天磨合的还不错、哦、对，所以我说现在会有球打，就是来回会好几波会出现，没错，因为宜珍他基本上他的防守是蛮不错的。马特为中先拿下了在第五局的第一分，马特得分来到了22分。吼吼吼，看台喊到里面听得到，哎，对，2-1，太长，不过苏晴接的还不错啊，哎呦，小心，还好、嗯，刚刚反应够快，已经，美金被阿飞守住，在左边来跃起，苏和哇，好球，直线苏和到了第五局拼了，真的，第四局他是应该要拼，也慢了蛮久了，他跟这个阿飞的局，好。就是7号跟11号 7-11 7-11 那这边的话，这边应该是4号跟11号的局，不过齐芳也还是可以，蛮重要、哦、也是可以打干局，后排给妞妞，4号弹回来了，阿飞，对，这次要不要换人，右边马特，马特攻击在第五局，马特重要的得分，继续咬住中线2-3。美金发球，美金啊，太强了一点，在第五局发球失误，4-2。上次在张师大交手的时候呢，是有两个赛末点的超跑都没有把握住，结果被中线连得4分逆转，搞不好时间差也是哦。看看，在左边来给阿飞4号位，防守的是再次机会，洪启芳被拦到，右边苏和强扣齐荣，看看右边马特，他需要打直线攻击，3-4只差一分。关键的这一局，马特挺身而出。对，因为两队都没有退路了。对，所有牌都要打出来。对，而且场上球员的所有力气都要使出来。全部的力气都要发挥出来，然后呢，打完了再来倒下来。再恢复的。啊，好的，好，刚好妞妞在那里守住，而且在左边来齐芳了，吊球被抓下。再给一个。右边马特。有机会连得3分，追成4-4。目前比数4-4，双方战成平手。中先，哇，现在再次追成了平手。紧咬着就对了。对，第五局。右边苏和也守了起来，中先来回波比较多。哦，哇，啊，盘过来了，苏和太精彩了，马特头牌，直线守住，还有啊，哇，马蒂到第五局还是有这么大的power，不错，他
在继续有马蒂来发球，也有听他们的队员讲，就是他也蛮重视这个饮食的哈，他对这个就是一种面包比较过敏，他还少吃面包，那个麸质的面包。同齐芳恭喜也能够得分哇！在2-4落后的情况之下，中间呢拉出了一波4-0的攻势哦。教练还没有要暂停哦。同齐芳在第五局也能够得分，这个也在考验教练的耐性了。对，4-6的落后，刘海奇教练再看看球员能不能要回来。加压发球精彩，其宜珍举球较快，阿飞被拦下，而且巧玲拦到，可能还是直线吗？巧球阿飞掉了很好，对，重要的一分追成5-6，强弱强弱。我这个时候的怡如要发挥一下，不然阿飞等一下会没力气。帮忙哈，互相。对。5-6，舒和也还有能力来跳扣发球吗？超过60公里的时速，还是有、还是有的。快攻啊！刚好怡如果然他厉害了，他就做到了。怡如拦网这场比赛拦下了4分。篮网得分呢，继续的追进高高。哇哦！接发球是今天的幸运之星呐、这球接过来，给我接到空档去了。这么巧？对啊，本来是接的不好的，失分的变得分哦。对，哎呦，太高兴了吗？他还在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还是让回来一分。7-7，不过现在双方7-7的平手，最近这四分呢，吉鲁超跑又是一个3-1的领先。董旭芳也为队友来加油，紧张，接近。这个球发给谁？三个小矮人排在一排哦。哦，齐荣被破坏。还有，对，是超跑的 chance。哎呀，已经进来了，果然。还有，变高，又弄太靠网，不好打。在左边来，嘉玲强控，哇，棒速够重了。必须要有这个棒速。对，嘉玲也是到了后段才上场，仍然有足够的能量。对，能量一定有。8-7的领先呢，要换场。嘉玲这场比赛得到2分，这一分也是价值连城。半场时，到现在两队的教练还沉得住气哦，还没有叫暂停。8-7，哇！白色蓝色衣服的中仙对上了红色衣服的吉鲁超跑，红蓝大对抗。超跑拉拉队加油，8-7。感觉超跑的啦啦队比较专业，还会拿小钢炮来。是，而妞妞呢做他需要的进攻呢，也得分。哦，有一点开哦。双方是都误别苗头哈，而且啦啦队到最后这一刻都没有离开，8-8。阿宝发球。过来咯，小心！再给一个，刘美清加压守住是宜珍，阿飞再爬起来，哎呀，没力了，没有力气了。刘美清重要的拦网，美清还没起跳就滑到了。参考这场比赛美清的第一分的拦网，哦，而且是牛牛也过去帮忙了才有的。中仙也连得2分，9-8。阿宝发球，树琴接发球被破坏，交到左边来给嘉玲，吞下去，嘉玲也得分哦。嘉玲这个时候的嘉玲一定要跳出来，不然阿飞已经没力了。也是哦。第五局倒是由本土的选手来应战哦，吉鲁超跑。其实超跑现在要这样赶快利用机会，不然马特也在后排哦，等一下又要上来 了。牛牛强投攻击界内，好球，10-9，牛牛的能量还够啊，中国人先以1分领先，不错。
在张师大体育馆的比赛时呢，妞妞呢也是奋战到最后啊，有一种就是气喘过对过度换气换气对，然后休息之后，以晴呢被飞，而双方战成了10-10平手，以晴在第五局也得到两分，战成平手。哇，最多就差两分而已，对，第五局，嗯，咬得很紧，你来我往，对，就这种咬住看谁哦，最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是。精彩的对抗，马特到了前排来，素琴守住，好修正，阿飞修正还不错，刚刚是舒和修正，直线 touch 攻击，马特得分，在第五局马特得到了五分，11-10。在这时候体育超跑的教主的暂停啊，刘海琪教练很可能啊要如何来防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线大战的极速超跑现在到第五局的决胜局，只有一分差，所以这个暂停完了，看看现在是妞妞，对，妞妞发球，看看稳定性的，没意思啦，没有人去接球，12-10，这个暂停居然没效，没有破坏掉这个妞妞的节奏。妞妞现在嘉玲对也是有求稳定为原则了，而且跳飘发球也有一定的压力，对，威力。第二球突破过来，不过被守住。妞妞后排处理，超跑在左边来给苏和强控攻击，他们球啊！大吼一声啊！带动士气，11-12。苏和从第四局没有得分了，比较沉闷。在第五局得到两分。这时是中仙教主的暂停，目前中仙12-11领先。今天中线的主题日哈，现在打到最后是还是咬得非常紧哈，是有机会拿下胜利，但是超跑呢绝不认输，只有一分差，所以要打破魔咒，魔咒打破主题日的魔咒，还是马特，马特得分13-11，距离胜利差两分，但是这两分将很辛苦，算下来马特的得分也来到了29分。哇，很高哎！是，当然最后还是以大会公布的为准。转身，阿宝处理球，拦下来，还是给马特直线送击。好，裁判哨音认定的是舒和的触网。现在中国人先来到了赛末点。原本是0-2的落后，但是中间没有放弃。哇，这个触网其实很明显呢、啊。是，太急了。刘爱琪教练赶紧叫暂停。往后那个 ，right？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catch touch that block。六号位，你站在那个 block 后面 ，OK？ 站在 block 后面。Let's go。走吧！加油！
最后的最近的这六分呢，是中线拉出了一波5-1攻势哈，在关键的时刻，包括阿宝也好啊，还有其他队员哈，都挺身而出。爸妈，很多球员的家人哈是最重要的这个后盾哈。而且阿宝的妈妈穿的还蛮时髦，时髦，时代尖端。好好好好。哇，美金！美金发球出界，真的要给超跑一点机会吗？对，他在第5局的第2次的发球出界，超跑救下了一个赛末点，还有2个。哇哦，暂停！这个时候中先叫做了暂停，一方面也破坏，然后就是要这一分了。对，看詹宏教练什么妙计？有确定。一样 ，B， 马库，啊，稀土一样稀土 ，B 稀土，一样，对，他、啊，好好签。不过看起来应该还是给马特，对，因为马特是最稳的了，那只是说打点高不好拦，没错，不好守，阿宝要掩护一下，对，就是要用阿宝来掩护了，对，好，超跑的周董啊。也是关心的，超跑越打越好，那现在坐不住了，坐不住，坐不住，很紧张。还有2个赛末点，结果给马特攻击得分，比赛结束，中国人先主题日拿下了胜利，而且演出了逆转胜。好好好好，拉拉队坚持到最后啊，非常的兴奋，一场精彩的对抗，这两队交手总是让大家看好看满啊，而且。是不知道哈、啊，最后谁胜谁负啊？但当然，两次交手都是由中先获胜、有点变成了超跑的克星啊。最终还是要恭喜中国人先。对，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两队表现的都非常的好，而且啊，这个拉拉队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那再来就是说，极速超跑其实他在这个前面2局的时候，真的是表现的非常好啊，等于是把。中国人先压着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让中国人先从后面反败为胜的，就是二军的这些小矮人。是，我觉得这些小矮人真的，巧玲啦，这些哈，还有这个曼雅啦，曼雅，还有阿宝和替补球员。对，我觉得后面二军的这些成员呢，我觉得他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说他们的努力，其实因为他们的个子小，从头到尾出场的场次又少，那在最重要的时候要反败为胜的时候，已经没有后路可以走的时候，这些人跳出来，我觉得真的不得了，是、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对，相当的重要。那超跑兵员也是比较缺乏了一点，那我们看到101-98就差3分而已了。那攻击成功率还是中线呢，要稍微高一点点哈，38.4。那么最后关头，其他数据其实是很接近，而且中线的失误还更多一点。对，没错。但最后有马特能够也在关键时刻，对他能够得分，也是。中先的主题日获得胜利，今天应该还是非常开心的。那下礼拜呢，我们会到了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体育馆，所以是首次到斗六的云林来举行，所以云林美金融会办这个主题日的活动，也是欢迎大家到云林来看看走走。2天的比赛，第一天星期六呢，爱山林对中先啊，超跑对台北精华，然后强力男排对云林美金融，然后台电男排呢又要对桃园台产，所以接下来那可以，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还有礼拜天也是一样嘛，美金龙对台电，然后强力男排对桃园台产，台北精华对爱山林，然后中先对极速超跑，所以下礼拜在云科大还会有再一次的交手中先对极速超跑还是会交手的，对，所以一样还是值得大家来期待。好，哇，今天最终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对了，真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比赛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回味无穷哈。好，谢谢邱老师精彩的解说，谢谢，稍后进行赛后访问。好。
赛哇打了五局，最终呢中仙是拿下了胜利，也恭喜中仙，同时也很高兴的能够访问到Marty。Well, congratulations, it's a good gam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look fit and not so tired. Yeah, today, I don't know, I have a lot of energy, I can tell you. Right. You won, I think totally you won about 30 points. It's the personal highest in TVL, single game. So how can you do that? It was my day. It's just like I feel I can do it, and I just pull the team and I say, just give me everything what you can. I really believe today in myself. Even the fifth inning, fifth set, you still have the energy. Yes, and still now I have energy. Yes, how can you keep fit in the ordinary days? With training, one per day. Home, I go in gym a lot. I prepare myself. I take care about myself to stay fit and to gain more power. Okay, and. How about the food? I take care of what I eat. Yes. I'm cooking by myself, yes, and I'm preparing everything healthy. Yes. 确实也看到了哈 ，Matilda， 在即使是包括吃的东西，他也很注意哈。那他自己煮东西，然后保持健康。那今天的能量非常的充足。But I think volleyball is a teamwork, and your teammate is they are also good today.Yes, I guess they are very young. Mm-hmm. They are very young, okay. And they need still a lot of work, and mentally and on the court, that they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in which moment. Like so, but I think we are going in a very good way. I'm yes. trying to help them how much I can. Yeah. From my experience in Europe, I try to catch here how go Taiwanese volleyball. Right. But I think like week by week we are getting better. Right. Sometimes we can see that. You argue with the umpires. this is my way. I look angry, but right. I'm not angry. I just want to push them to wake them up. Yes. Okay. Oh,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game. Thank you. 恭喜中仙拿下了胜利哦，逆转胜精彩。好，谢谢你，我们下周再会了，云科大再见，拜拜。See you. 拜拜。Bye. Bye.